周星重拾爱货热舞大赛。第一名的话送给你们尊爵套房住宿一晚，市价16120。自己一个咪咪一起表演，不用化老妆。爱情摩天轮，爱情摩天轮，不行了，还来还来呀！爱情摩天轮，你起来算一下，总共摩天轮来了6次，润马之火，火车便当，正面抱起来，你有啥盾的？妖女重返1990。爆那个力情的时候，感觉像在爆鸡汤。Stanley 的50道阴影。完了，第四关了。好棒啊！是。跟班。Shall we dance？ 哎呦。厉害了，这你知不知道有一种舞蹈，它叫国标舞，有没有？是的，国标舞其实在古代来讲，它就是一种求偶的舞蹈啊，它不是交际吗？不，交际舞，但男生跟女生之间两个在那里跳，尤其论吧，叫做爱情之舞，对，对不对？揉不来，揉不去。对，但是呢，一般这个都是会找到舞伴，你的 partner 去跳。跟自己的老婆跟自己的老公有什么好跳呢？对不对？不是，对对，水一样嘛，没有这样子，很开心的吧？是是 是, 是，那几位装扮的不伦不类的，用自己的音乐拿跳舞的跳舞，为了小明星韩国语，哎，豁出的去，前进的来，哎呦厉害，他的台高雄花大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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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广福兄。是跟老婆，你们这个以前这个啊，结婚都10年啦，对，10年，对啊。然后小朋友对呀，哎，现在8岁，8岁，8岁，对对对，2年级。两个人之间的本来那个浓情蜜意，对不对？一点小动作，由浓转淡，都能展现爱意。10年后，这些通通是累赘的。哇，没有，有这么惨吗？会，你多少会耶？多少会呀？对不对啊？上一次约会是什么时候？上次约会是7年前，太久了。那养都养过一次，看他牛郎织女嘞，对耶，没想到，而且还有带小孩了，带小布丁去约会，是是。7年前那时候小布丁才刚出生没多久，然后是我们两个就是。觉得哎，难得就是一起过一个那个什么，好像白色情人节，白色情人，对，然后带小布丁去吃牛排，结果牛排才刚上来而已，他就给我们一个大礼。哦，对，噗噗了，对，噗噗了，噗噗。然后四周就是都是他的臭味，我们就很尴尬。女儿的噗噗也是香的啦。不要讲完之后看我啦，奇怪。周围旁边的人，他们就是会用异样眼光看我们呢。哎呦，对啊，会觉得说，哎，怎么有臭味这样？然后结果就把赶快把他带去那个厕所处理一下，要处理，要处理，处理好再回来，牛排都冷了。对呀，你看，哇，那就扫兴。就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约会过了，好像就不会再挑战了。想去约会就想要噗噗，所以。就约会就想到噗噗啊，这么严重，内急对不对？啊，你们两个3年，对啊，3年还 OK 啦。新婚燕尔，没有问题，是我们刚生了，已经生了第二个啦，所以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的时间。真的会，其实你跟咪咪一起表演，你不用化老妆。因为韩市长还有一点头发啦，还有一点啦，谁叫你都光了？两个人现在还在约会吗？有啊，上次约会是情人节了吧？没有，跨年的时候，跨年的时候，我们是趁偷了3个小时去约会，因为录影中间刚好有一个空档，哦，1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然后这边附近又蛮多那个的，所以我们就你有那么久吗？所以我们就开进去了，开进去 motel， 然后想说来刺激一下，就没想到一进去以后呢。就出来了，没有了，也太早了吧？车头一进，没有了。谢
谢再联络。台进去已经跟油菜一样，门口一丢就走人了。不是，我才刚洗好澡，手机来，因为我们想说两个空档嘛。好，他说你的另外一个节目已经开录了，叫我要赶快过去最后一场。哦，时间。所以我又赶快又穿衣服又穿出来。哎呦，柜台还笑我说，哎，那找魂间的出来。哎呦，这样完全都没有尴尬尴尬。咪咪还为你缓颊，这边那柜台说怎么十分钟就说，哦，他这一次还算表现好。帮助吗？平常只有六分钟。可是他们才结婚3年，竟然已经分房睡了。对，因为上了对吗？因为我跟大的睡，他跟小的睡。可是我觉得有小孩以后看老公都会觉得很讨厌，真的。对，真的有小孩有差别。为什么？不知道。一定有。主要是那个小布丁太高威了。你们两个在干嘛？在干嘛？手放哪里啊？真的是关你什么事啊？对，看小孩很可爱，然后就一直想亲小孩。他们那个小朋友讲的话，会有有有，超公司的啦，肯定就是主持界的新秀，会有真的，连我们经纪人都怕他。你们好好对待他，我跟你说，你两老啊，你就靠他养了，真的会讲话，完全是。你们两个这种约会这样子，老是被破坏掉，两个孩子没办法，两个孩子没办法，而且一定要分房睡啊，因为两个会干扰。对，现在唯一想到就是想要睡觉而已啊，对，完全没有，或是去吃一顿大餐，然后是两个人的时间。然后你知道那个现在摄影机都有那个 motion detection， 就是动态侦测。对对对。所以我们就趁他睡觉的时候赶快冲出来，然后开动态侦测，然后一边吃啊，只要没有响都没事，只要他一翻身，那个动态侦测，哔，我们就赶快哦，上厕上厕，醒了，然后再上厕。哎呦，压力太大了，生活没有品质。对，有时候这个婚姻也是让人觉得害怕，有没有？他的那个一个 Stanley， 我结婚5年，其实我们算是很常约会的。我们上对，我们上一次约会大概两个礼拜前吧，去看。没有吧？这么好？没有吧？没有，都是一次吧？记错时间了，是《水行侠》上映的那一天，所以是一个多月前的事情了。一个多月前，跟他们比起来也好很多了吧？也是，真的。但是你有一点，你不能跟人家比，对不对？对。他们两个啊，这夫妻俩蹲轮的时间不多。哦，这个有公告吗？一一排斥。我没有排斥，不是排斥啦，是就是因为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哦哦哦，老实讲哦，小大这里有老实讲哎，好来。好，不要不要，我跟你讲，我数到三，两个人一起讲，一起啊，一起啊，那别互相看，我数到三了，想好了，一、二、三，去年上礼拜，去年上礼拜你跟谁？去年上礼拜你跟谁？没有，现在才刚一月而已，不是，去年上礼拜，上礼拜。哦，没有成，本来想要，但是没成功。他们这件事是分开的，自己做自己的。哦，不是，上礼拜本来有，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我就是生理期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没成功，我生理期呀。等一下，你们两个已经在先串供了，这个待5年的啦，对啊，相关吗？不是我们是里面最过得最水深火热的，我们有三个小孩耶。哦，三个。对，我们是三个小孩，而且有还有一对是双胞胎，然后都还是 baby， 是小婴儿那个，我们怎么可能有时间？然后分别睡在三个房间，然后三个都有 motion detection 的 camera。学我，就马上要冲下去。跟吃饭跟玩电流极极棒一样哎。好恐怖哦！而且三个小孩呢，真的很累的，而且两个又同年纪的，对，然后一个哭全部哭了，对，很可怕，自己带所反对，而且我其实现在变得有点神经质，我只要听到类似好像小朋友的哭声，我就说什么声音？会会会，我说是哪一个？有时候小朋友根本没哭，有时候是我在哭了，对，没有时候小朋友没哭，我们以为在哭，是我在看吗？会会以为小朋友哭，三个都在聊妈妈经，有谁要聊一聊婚姻经呢？没有婚姻，怎么了？婚姻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好聊，只剩小朋友了。真的 ，Stanley 说结婚第二天就没有火花了。而且现在跟他们聊啊，他们也不太有心情聊。真的吗？因为都在记，等一下那五。对，好紧张，好紧张。说今天要让他们热舞来跳舞，怎么可能啊？你们十四年的，十四年跟没什么好聊的了啦。有约会吗？我们每年都在聊婚姻经啊。是吗？两个人现在对不对？还要忙着生活的，对，而且我们的小孩都比他们大很多。啊，你们才一个，对啊，一个也很难顾哎，他可以自理了，没有没有没有什么 easy。虽然我们还是有自己的时间，但是婚姻还是会有很多
裂痕，对，还是有很多的摩擦嘛，摩擦，摩擦，食衣住行嘛，没有，因为久了，柴米油盐嘛，感情淡了，对，也不是说感情淡的，就是一个眼神，然后就会知道想要做什么，也不会有那些这么重的火花出现，对，好惨哦，人就这样，我们今天也主要让你们稍微改变一下形象，好，用舞蹈来说明心中的爱火 ，OK， 我们来一下热情，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减分呢，然后大家不需要咪咪叫咪咪看一下炮嘛，完全火花。完全都不想离开他了，大家压力也不用太大。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这個夫妻俩哈，他们两个人在这个练习的一个过程当中，进行磨合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彼此有一些互相 argue 啊，你这不好那不好，都会有怨叹呐，彼此互相怨叹呐。但是慢慢的一起共同努力把一件事情完成出来，哦，那个完成版才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画面。Teamwork 对，前面有旗舰没关系，最后一起到就好。对。可是今天比赛我们有礼物要送大家，是要祝他们。真的假的？什么？我们礼物送给你们是为了让你们有好的关系、好的感情的。哎呦！我们夫妻同时爱火，十四年了更需要。如果真的获得第一名的话，送给你们是美福大饭店的尊爵套房住宿一晚，不好意思，市价16120。只有一间，真的我们有爆龙虾吗？啊什么？啊龙虾，美福大饭店龙虾出名啊！哦龙虾出名啊！对，你们有住过的就不用了，哎，没有住过的就不要参赛了。对啊，你们自动弃权，自动弃权，我们应该有附早餐券。起得来的话，起得来，加油！16000多块就等你们自己来拿。没错没错，第一组是我们的丽琴姐还有广福哥，来两位。你们觉得今天最有可能拿冠军的会是谁？还是就是你们？应该是我们。哎呦，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怎样？我们这个什么？看起来台型不错，在画面上感觉不错。当然，我们不是专业舞蹈者，但是画面上不错。认为自己啊，谁会跳最烂？谁会跳？好好说话，好好说话，不要得罪人。现在不说，等一下人家也会说你嘛。对对对，先说先攻。最好是自己最烂，有可能是谁？我看韩市长应该是不会跳舞了，喂，太忙了。我们有热情，有热情。来，韩市长，最好应该就我们了，就你们，因为我们的画面带起来就已经哎，现在不是来参加国际第一届吹牛大赛，确定了，等一下不要跳出来。我觉得等一下会让你们假装吓死人，做出来笑死人呢。会让你们会融入有意境，把那个东西融入到舞蹈里面，就让你说，他一看就知道是韩市长的代表，有剧情的，有剧情，有剧情，这个也是一个半铺陈了。来，依依跟 Stanley， 你们觉得最好的会是谁？我觉得如果磨合最好的可能是我们，因为在练舞的过程当中，是我这辈子听过 Stanley 说谢谢。听过最我这辈子听过最多的一次，他一直在跟老师谢谢，哇，那你也太陌生了吧？对啊，然后不是，我就想他，我想说，他有这么的感谢老师编这支舞就对了，因为他认为这支舞就是有让我们两个就是又燃福利啦，福利，对，有一些福利。我晚上已经预约好一个晚上了，是。然后他三不五时就是约我来练舞，这样。我们两个会先盲投，因为等一下他们整个跳完之后，他们互相投，他不能投自己了。那我们两个会先投完，然后再看你们的成绩，加重起来就是今天的冠军，好吧？来，你们觉得志远，你们觉得谁会是最好？我觉得应该是最好，应该是我们，就你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说自己14年的默契，是，对啦，太熟了，太熟，我们是一个眼神，14年的裂痕也大哦，没有，不会，我们很容易就把它变裂，对，变裂变缝合，对，对 ，X 爆裂后又把它缝合，爆裂，什么是 X 爆裂啊？爆裂后又缝合，对对对，对，最烂的有可能是哪一队？应该是，应该是一直说韩市长，没有是韩市长，我就是认为韩市。市长了，那我觉得应该是一直在说谢谢的那一对。哦，谢谢，后继无力。来，观众朋友，你们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的心是公允的，好吧？谁最好，我们会投票给他。好，冠军获得16000多块钱的尊爵套房。我没，我没，第一支队伍陈丽琴跟我们邓广福带来的润吧之火。为了夺得尊爵套房住宿一晚的机会，陈丽琴和邓广福特地邀请到许多天王天后御用的国标舞老师蔡嘉玲进行特训。他们能够成功将爱火融入舞蹈中吗？
Let's take our time ton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Girl, above us all the stars are watching.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 in this world. Your eyes are where I'm lost in.哎，这是我们邓广福老师吗？老师哎，有阿威啦，我唱给他吉他正手哎，他吉他弹得很厉害。第一次看到不正经，没想到哎，两个人跳起舞蹈还有模有样的啊，光着屁股坐板凳一板一眼呐，哎，有样有样，好样的，哎，真不错的，真的真的厉害。我们从头到尾，虽然心中还是在有时候会想说，会不会有什么笑点出现？对，结果他们从头到尾认真，吸引了我们的眼球。对对，从头到尾一路看到你认真。但是你当中有一幕我是有看到，哦，怎么了？正面抱起来有没有？摔的时候你有时候顿的，腰扭欠缺，这个是对夫人一个非常不礼貌，真的真的，是嫌他太累吗？是我的问题啊，对。难怪他今天吃很多，我说你要干嘛？他说因为我今天要搬重物。吃很多什么多？要用到力气啊！老婆怎么厉害？他吃重物嘞，很轻，应该说今天要搬。生命中不可承受。一史丹利大尺度演出，咪咪不甘示弱。史丹利的五十道阴影。时候啊，他越打越用力。到底在家都是被打那一个？这个能在家里发生吗？啊，你们常这样打。太多了，这个后的状况我都清楚。打起来想打的时候就打呼的。没力。太累。我说你要干嘛？他说因为我今天要搬重物。吃很多什么多？要用到力气啊！老婆怎么厉害？他吃重物嘞，很轻，应该说今天要搬金库。生命中不可承受，但是当中有一些是难度很高，大招有大招，有大绝招。这个是嘉玲老师教的，对对对，国标女王。这个衣服也是嘉玲老师建的，对啊。然后就是我们短短大概四个小时，就蛮感谢嘉玲老师，你们只练四小时，对啊，哇，那算很厉害，夫妻嘛。我们是看他那个交有磨残的程度，对，再给有那么惨吗？交残吗？麻花吗？嘿嘿嘿嘿，怎么样？哎，
美服，要美服。你有吗？夸张一下，你们还没有跳哦，人家跳一下。他已经结束了，我们还在紧张呢，对不对？对对对，还有三。好，来，要不然来 ，Stanley， 你觉得怎么样 ，Stanley？ 好，很好，这很羡慕。还不错哎。有什么？羡慕那个触，那个接触的次数。对对对，交谈的次数。感觉你好像很可怜，你羡慕你有接触，你才三个还接触，我们接触的才恐怖嘞。你们要注意交尾的次数。你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因为平常很少看他们跳舞啊这一块，不可能。对，就平常看到他们都是在，就是可能聊天，有缠在一起，比较近一点。对，就可能都在讲一些家里的事情，对，不然就比较严肃。对，丽琴今天让我很惊艳，对，放开，对，那个腿今天腿很开，哇，筋开腰了，对，很开，对，就是要懂得去欣赏对方。哦，久而久之啊，日月时间在这个岁月的熏陶，两个人互相都看到对方的缺点，阿里都不一样，对对，要懂得去欣赏他。我曾经讲过一句话，现在已经被人家写在书上面。哦，有哪一句？哪一句呢？爱上一个人并不可怕，爱上一个人的缺点那才叫要命。哇，因为都看缺点，觉得他秃头好性感。也是个称赞的，对啊，但是天下就只有他爱嘛，所以就两个就是绝配，然后是绝配，而且真爱真爱。然后回到家里面还买东西，还跟老公忏悔，干嘛？对，老公对不起，我今天到超商里面去，我竟然买了你的洗发剂，买给谁了？贫嘴，走错家了是不是？好，分数放在我们的心里，好的，好吧，恭喜两位，来来来，谢谢。再来是这个 Stanley 跟依依啊，哎，稍等嘞，来来，哎，你也是，哎，三个，哎，三个，哎，留下证据干嘛？不要这样子，等一下，聊高了，你刚刚这个书包哦，对，很牵强，这个书包其实可不一定要拿，对，一出来就丢掉。而且我尺寸超薄，尺寸太小了，拿一个13寸的来。好，两位，两位的交缠次数更多，超多。然后而且里面还有，就是跳完这支舞，就会让我全身伤痕累累。哇，伤痕哦，对，限制级的吗？对，限制级。我觉得跳完这支舞就是我五年的合总总和了，总和次数 OK 的。依依 Stanley， 欢迎他们两位的表演来。为了能够脱颖而出，依依和 Stanley 特别邀请赖燕居帮忙编排这支 Stanley 的50刀阴影，他们会如何诠释这支充满激情又令人眼红心跳的舞蹈呢？依依 Stanley， 哎呦 ，Stanley 的50刀阴影。安内啦，安内啦 ，Stanley 的50刀。阴影要讲对哦。哎呦，哎呦，最喜欢的角度哦。超走了！哎呦！哇！右边侧！哎，你们拖错两件一起呢？这样子我夹起来了。哎呀！你好，你好！哦，不要改错，不要改错。对。表情，哎呦！哇！冠军比赛结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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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还剩一个，优雅的节目，不要闹了！来来来来来来来，两位，
哦，短短的，好紧张哦！谢谢老师，谢谢。天哪，天哪，你要怎么跟三个孩子交代？真的，我那一天感觉他们还不懂事，跟你讲，哎，这样感觉那个已经爬上去了哦，是是爬上去，而且感觉是第四胎了哦，真的是有点受惊吓的感觉。刚刚在讲说他们这个交融的次数跟程度啊，都还要超越我接触的次数，是实在有啦，有有有，而且感情有变好，真的，哦，真的，这最重要，因为每次练我的时候，他都是充满。绝对超过十分钟。你跟他跳完这一段，这个我怎么觉得你人有变苍老？白头发变多，对不对？不是，少年白啊，辛苦了，辛苦了，走路规规，好辣哦！来，不见得哦，你们的是一个意境哦。幻化身韩市长，挑战自身极限，爱情摩天轮，爱情摩天轮。总共摩天轮来了六次，后面那一段其实不是演的，他真的很辛苦，真的，已经快要翻白眼。走路乖乖，好辣哦！来，不见得哦，你们的是一个意境哦。我没办法被打，我应该打他吧？哦，真的，而且我觉得我在练的时候啊，他越打越用力。我在家都是被打那个。我真的变打上瘾的那个，哇，他这个是有点 SM 的剧情，有，哎，搞不好很开心，搞不好以后就这样继续，对不对？你们这个才常在家里发生呢，啊，你们常这样打，咪咪你疯了吗？哇塞，你是在家里发，啊，天哪，千万不要来节目中说谎，你有这个嗜好，这个又我就护了他的奶套，对啊，拜托，咪咪你觉得你爬得上去吗？你那扣手铐，扣的状况我都清楚了，对呀，你知道我是还爬起来想打。打的时候就打呼了，没力，太累，打他这样，但是真的有动真感情，哎，对不对？前天老婆的手一点感觉都没有，感觉他们是初恋的那种情侣，对，就是很适合初恋的感觉，像我们的热恋指导老师小赖老师，他就很厉害，他就是一直就是，其实好像看起来是在指导我们那个舞步，但其实一直在给我们夫妻的那个心灵的加温，真的，对，加温，然后还以为是他自己想看，是想看那个舞步，有可能，来来，两位两位，我觉得就很像就是实境秀啊，就是很像在家里的，只是少了个马赛克而已，对啊，而且小赖老师，你为什么把你平常的那些哦？把它加在那个他们夫妻身上，五马，对，就是我觉得放在他们身上好自然，哎，对，他们的动作就是夫妻啊，对，合理平常就这么玩嘛，非常合法，然后就很 OK， 那个画面有吗？不会很心酸。我突然间演到这里，我有一个提议，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同意，来，听看看，下一集来做一个哈，换妻的。不要闹了，谁会同意这种事情啊？这样就不合法。现在知道有哪几对？对，然后刚好换妻跳舞啊，刚好人数也够，你们就是跳完之后交叉盖章。不用这样子。不行，没有资源这。我觉得哈。我觉得那个 Stanley 上去好像个木头啊，是没有互动的关系。哎呦，没有，因为点评出来哦。我是觉得这样，他这个已经融入在那个有放私人感情，对，他有放私人感情，然后他我一直在，因为我在做的时候，我一直在期待最后他。孩子总有睡觉的时候，你就让他睡，两个音乐一放，没有办法，因为他会一直响叮咚叮咚。小孩 motion 叮咚只是转身而已啦， motion detector 可以把它关掉了啦，那再关静音。对呀，不要被小孩子影响了啦。讨厌了，好起来就好起来了。夫妻还是要有自己的生活，表现得太棒了，谢谢。可以可以，来来来来，放在心里面。哎，一组要比一组强哦。我很担心后面两组，哎，会不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件哦？这个韩市长，哎，市长跟加分夫人啊，加分，因为我们你到底结婚还加分呢？女儿都可以，哦，差不多十七岁我生得出他，对，但他又跟韩青长得不像。韩冰啊，对啊，但是他跟家里韩青是韩冰的妹妹，妹妹哦，我们也叫她韩老二。是一家火锅店，火锅店，烧烤店，聊跳舞，聊跳舞。来，我们一起来看破还有咪咪带来的《爱情摩天轮》。为了诠释这支名为《爱情摩天轮》的舞蹈，破和咪咪特别化身为韩市长，合理加分。究竟他们能否借着秃子的魔力出奇制胜呢？
爱情摩天轮，屁股对观众。生育率会变高哦！哎哎哎哎，哦哎哎，这是什么东西？哎，大家人体摩天轮，从现在开始先不要跟那个韩总讲话。人体摩天轮，韩总怎么了？我刚算了一下，总共摩天轮来了六次。对，哎，这个称要四乘三十二次。对，要不要吸氧气？哎呀，要送医院吗？但他们这一组从头到尾笑料不断。对啊，对对对。好笑，所以醋逼啦！咪咪已经疯了，我咪咪彻底，咪咪全都撩起来，觉得咪咪很高兴。我也想当那个摩天轮啊！我跟你讲，我突然刚刚坐在旁边看咪咪在跳舞，我会联想到什么？联想到我刚认识你那一天，还不是在摄影棚？对对，外面，对不对？在外面，然后 Paul 介绍说这是我女朋友，对对，那将来有可能成为我老婆的，哎对对对，他就这样讲，哦，有可能，对，那都确定，对，有，那就成。真的吗？宗教还没有结婚嘛？明天 Who knows? God knows， 对不对？然后就这样讲，那一看她很腼腆可爱的小女生，哎呀，突然刚就，摩天轮，原来这样，要的很凶。当妈妈之后，她去舔电线杆呢，舔路灯。来来 ，Stanley， 不好意思，我前面都在看狗。多的意义是，我觉得那个咪咪可能有跟舞蹈老师串通好要来整破歌的，对，感觉体力活了。那个狗离开的时候嘴巴叨叨尿，哎呦，此地不宜久。赶快走，有拍咪啊，现在好，但是我刚好算够六次嘛，嘿，加起来不超过十分钟。谁的表演会十分钟？爱情摩天轮十分钟？不会的，我觉得重质不重量哈。来了两位来，怎么？我觉得我很羡慕咪咪耶。怎么了？对啊，因为我看你们这样好欢乐哦。可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要拍。你的婚姻就是个笑话。哪有自己讲？是如果你不介意过来，对，在玩笑一下。你要不要来一下？要不要来个摩天轮？我看波哥就是觉得他蛮辛苦的啦，辛苦啊，看起来很辛苦啦。对，而且后面那一段其实不是演的，他真的很辛苦，已经快要翻白眼。他是为了女儿啦，因为前一阵子我们女儿住病房啊，怎么了？然后那时候她就是要那个插那个，哎呦，打点滴，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压着，我们两个眼泪就一直流。对，但是那时候打完。
完以后，我们三个就睡在那个床上，这样就感觉好温馨，又感觉回到那种当时初恋那种感觉。哎呦，对，所以就是那种在这种最痛苦的时候，才知道说谁对你最重要。对呀，对呀，就是家人在这里就家人，对对对，互相陪伴的，对，他都看到自己的女儿，那感冒那是完全难过了。我唯一一次失眠，就是因为女儿。感冒哦对，然后感冒有点发烧，对，然后我就录完影回到家，然后一看，哎呦，怎么这么烫？我就旁边一直等着，然后看他这可爱的面孔，然后在那里发烧，我好心疼。我说的是老三了，我就第一眼，哇，天心，我心疼我老大，好可怜哦，撞得跟牛一样。我很病 ，OK 了，非常棒。今天自己的表现吗？蛮开心，就当做玩乐这样。不管怎么样，我老婆开心，我们都看得出来，都是你在爽啊。不管你就 enjoy 在里面，满不满意，我们是亚裔。对，而且你根本不用记什么舞步嘛。对呀，是我才转完，回去躺好，一会儿又出来转两下，转完又回来躺好。所以我说好心态。从头到尾都在舒服，啊，从头到尾都在舒服，从头到尾体力活啊，大壮，越练越体力，对，没志气。健哥真的那个摩天轮很好玩嘞，我觉得你是要跟健哥玩，再转转看。那现在不能再聊了，哦，因为他们两位的舞步已经快忘了，真的快忘光了，对。然后已经两个在吵架了，加油！14年，咱们给他拼一下，好。加油加油！秀琴跟志远重返1990，哇！哎呦，穿越哦，来来。陈志远展现舞蹈天赋，邓广福成负面教材，重返1990。就是志远跳最好，哦，律动，对，你在抱那个力琴的时候，感觉像在抱吉他，冷冰冰的感觉，没有热情。Kim 跟志远重返1990，哇，哎呦，穿越哦，来来来。结婚长达14年之久的陈志远与林秀琴选择挑战 disco 舞风，在阿美老师的魔鬼特训之下，他们能够成功脱颖而出吗 ？Yeah，1990。哎呦，好可爱哦！哎呦，哇！年代哦，比利姐加油！哎呦，哎呦，鸡舞。人躲掉，人先躲掉。躲什么？不能打牌了。我来。
好好，归去啊，归去啊，哎。哎，渡鬼啊，渡鬼！属龙、属马、属蛇、属猪、属猴、属狗，要回避，回避，回避！全部看到吗？全部回避！属牛、虎、兔、龙、蛇、马、猴、鸡、狗、猪。哦，好厉害！你龟打那个掐雷，而且整个跳完之后，志远的嘴巴上面还有口红啊！他们刚接吻了。哇，这个难评了，但是我必须要讲的是什么呢？什么什么？今天四个人四支队伍，是你们跳的整体的感觉，我还不先说，但是男生就是志远跳最好，对，很有舞感，非常很有舞感，他是运动员嘛，运动起来的味道也露出来，运动感，对对，运动员，你在抱那个力琴的时候，感觉像在抱吉他。冷冰冰的感觉，没有热情，没有火光，我就抱瓦斯桶。错！真的，超不会讲话，好像啊。Stanley 跟依依这一组，他们靠的是什么？就是那个两个人的剧情，对啊，那个是有故事的，是有交融。我们也有故事，融入在里面。下黄泉两个人太久了，太久了。那破这一对跟咪咪应该是。算是当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什么叫特别突出？摩天轮，他们提招，他们用的模式不太一样。健哥，你的奖品都是在安慰的嘛？我知道哈，突出哦，对，突出了，突出了，这位已经跳到抽筋了啦，还在这边。难得是男生跳的比女生好哦。哦，我觉得都很好哎，都很好，对啊，很有有很多那个冒险的动作，你都很放心丢给他。对，然后穿高跟鞋，阿妹老师就是要信任。对，还有阿妹老师。讲说这段我就是一个信任的信任，对，如果你不他不信任我的话，他可能就是会扭扭捏捏，会怕。那穿个安尼啦，就是丢筋啊！哎，看你打拳，你打都不丢筋啊！你靠一个老婆就丢筋，那个身体可以吧？可以可以，运动员，哎，感觉怎么样？感觉最喜欢这种复古的，真的好看，感觉超可爱的，好适合他们哦。怎么办？我觉得我们今天每一组都好适合大家了，对对对，他们 style。他们也很帅，老少配，我们也很帅。他们穿那个电动高雅车的也不错啊，有加油站的。我是觉得很浑然天成，像那个秀琴姐，她就是很适合这样打扮，然后她举手投足，她私底下本人就是这样，就根本就是霹雳姐啊，霹雳姐。我跟你说，今我认识你们这么久啊，其实秀琴这么久，我就觉得还 OK， 但是今天特别没有魅力，对不对？突然之间爱上她，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很有爱的路了，而且志远哥好适合这发型哦，跟造型好适合志远哥，对对对，好好看。来来来，恭喜两位，来两位先回座，我们现在马上要进入我们非常验一票慎重的一个考虑了哦，来来来来来，没办法投啦，好，就在这边啊，大家手上都有板子，我们藏在后面，我们先投好。哦，好紧张。然后等一下推出来就是哈。好的。不能投自己。你们不能投自己。不能投自己。不然没有意义。验一票，验一票。不能投自己。然后觉得哪一组是今天跳的最好的，请把它举牌出来，好不好？好。三、二、一，举牌。哦，哎，要数了，要数了。哎。你们两个看法不一样啊！你认为是依依 Stanley， 但是你却以为是 Paul 跟咪咪。哦，他们都不一样，夫妻没有一个是同心的。你这个是策略性投票吧？哦，分散票数。我很羡慕那个依依被打了。OK， 好。其实不是想想被打。依依 Stanley， 然后呢？三票。力琴跟广福，你觉得是他们？因为他们难得真的。我觉得突破是最大的，因为平常看形象差太多了。对，依依也觉得力琴跟广福。对，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没有看过他们跳舞，但是我觉得他们这次跳舞起来，就是以舞蹈的部分其实是有程度的。哇，那后面这个就惨了，厉害了哦。先看我的喽。我们没有办法换哦。哇，最多也是。我要推出来喽。哇。我觉得，因为他们两个的那个融合度，融合度是两双人舞蹈，有欢乐，那有泪水，是那两个人跳起来啊，那种若即若离，真正夫妻的情感。对，仙哥其实他在跳的时候，
面对面的，他跟我讲说，我有点忘了，没关系，我说我会带你，所以全部我就一直带他。感人呢，有难怪一直打他，过来这边，过去那边。哎呦，又加了一票喽，来，你这边一，最后是我，三，请推出。因为太好看了，对，所以加这两票进去，哇，破跟破跟蜜，没有破跟蜜只有一票，其他人都三票，怎么办？还有有那我有办法，狗狗还没有办法，狗狗还没投，我们就把这个住宿一晚，我们切成三个时段。这样子，还要分早中晚，好不好？退权啦，退权好了啦。来，我跟你讲啊，我就找三位最公平的，好吧？好，来。一号摄影师，你觉得是？一二三，最公把责任推。一二三，不要拉票了，不用拉票了。我被打得好痛。啊，谢谢。秀琴他们一票，好紧张。二号摄影师，来，你觉得是一二三哪一组？是，来，你觉得是一二三哪一组？第三组我们哦，也是这个。哦，对，没错。三号摄影师，请问，也是他们？恭喜陈志远、秀琴入住尊爵套房。谢谢，没有，你们两个也最需要，因为他们住台北，都住台北啊。你们现在住花莲的，对对对，今天就是好，对，哎，可以住了，可以。现在已经很晚了，没有我撑，我们就是要今天就去住了。对对，不用啊，没票了，有了有。谢谢，好开心，好吧？因为这个房间可能就有第二胎了哈。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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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第二胎啦。现在要开始了，开始。认真跳不认真跳吧，你看。来，转床要上床，来，这个应该是 king size。真的。哦。来，舒服吗？哦，舒服。舒服。拜拜。但是一个很特别的，你看看。哦。外面还有玄机哦。来来来，看一下阳台。你该不会想看？真的，我们家它 view 很好，对不对？对， view 也很远的。你在我家，哎，有没有看到？哇！游泳，我有回应。游泳池。你看它有那个这个屏幕，你看。对，这大屏幕。对啊。这也太舒适了吧！我跟你讲，哦，它是温泉，它很温的。很温。对。OK。我们很久没有去。对。我们就当作来去泡汤嘛，嗯，好不好？好了，阳台看完了，走，我们来看浴室哈。怎么浴室也跟什么都很大？你看，哇，亲自很别致吧？而且他还这样子用，这样一体成型哎，哎，这样我好舍不得用哦。哇，什么牌？赫玛斯。天哪，好了。你还要再上新闻了？不用。谢谢贵单位。谢谢。让我们享用这个28平的豪华饭店，像重温旧梦这样子。对对对。好啦，我们先洗澡哈。还没啦。Yeah.
at all.